我刚找到你了，兄台，谢了。给我。什么？把鬼草给我。鬼草？我凭什么给你啊？是我先找到的。那还是我先看见的呢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斗嘴，我很忙，先走了。你等等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你不就是找鬼草吗？我带你去找。你知道鬼草在哪？那当然了，你别看我功夫不如你。 采药的本领我可是一流的，只是什么呀？只是采药的地方特别危险，有特别大的复仇，还特别臭。你少废话，带我去。行，我带你去。我就住在这个附近的桃花坳，隔壁村李大婶的小姨子的侄女的舅舅的表妹得了重病，我爹让我找鬼草。哎，你找鬼草干什么呀？ 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的。你少啰嗦，我既然答应过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可是刚才他根本就不想杀我，我又何必去动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带路啊！这边啊。 走哪一边？